大飛安天娜，哇！今日順風順水做十四條片，其實呢段片係關於俄羅斯普京，今日有三條片都關於佢，一個普利戈津。事實上，俄羅斯已經去到發窮惡，亦都要脅緊世界。俄羅斯喺星期三表示，從今日開始，俄羅斯將把黑海駛往烏克蘭所有嘅船隻視為潛在嘅軍用船隻，更加把懸掛所有所在國嘅國旗國家視為衝突方。俄羅斯決不再執行與烏克蘭所簽嘅糧食出口協議。其實之前聯合國曾經喺打仗嘅時候呼籲，亦都真正係簽咗嘅，因為俄羅斯同烏克蘭都係一個糧食大國，佢哋好多時候會經過黑海、克里米亞呢啲地方，跟住港口出口糧食。喺俄烏戰爭呢啲渠道封閉咗，聯合國當日調停就係話俾烏克蘭繼續出口糧食，唔好影響世界。結果呢槍協議到期，而喺呢個時候有一件事就係克里米亞大橋被炸毀。咁當然啦，你俄羅斯就入硬你烏克蘭數，但係佢話冇關係，而家我哋可以簽嘅，即係話繼續俾烏克蘭嘅谷物、農作物出口，唯一嘅條件即係我容讓咗你，俾咗你哋嘅生存空間。咁我呢，佢要求聯合國同埋美國容許俄羅斯喺克里米亞地區呢啲咁嘅所謂嘅農作物公司或者某部分嘅公司可以重新咁樣用 SWIFT 系統，即係話可以用美元交易，令到俄羅斯喺而家美金外匯沽缺嘅情況底下可以創匯到。結果聯合國冇應承到。既然你唔應承啦，咁好簡單啦，咁我咪開槍囉。所謂開槍當然就講到明明白白，我當你所有嘅烏克蘭船隻或者周邊國家掛住國旗嘅船隻，你哋就係軍用武器，而家係戰時狀態，我就將你打落嚟。你睇到普京而家係勢要，佢唔係要打贏呢場仗，佢亦都唔係唔俾你運糧食，佢根據自身嘅問題就係、唔係咁樣嘅話，你再封鎖，你再制裁佢哋，唔俾佢用美元嘅話，先至真真正正令到整個俄羅斯嘅經濟出現致命傷，所以不得不係咁。所以喺之前嘅將克里米亞地橋被炸嘅時候擺咗出嚟，你睇下嗱，唔係我要封鎖你噶，係烏克蘭炸咗我嘅克里米亞大橋，所以我不得已封鎖。如果你要糧食出口嘅，你就唔該停止禁，停止俄羅斯禁用美金。如果唔係嘅話，我就將你連消帶打，當你賊佬咁打。只要你船隻埋嚟，我就打佢落嚟。亦都因為咁樣，被西方國家評論，就係而家俄羅斯已經走到山窮水盡嘅地步，即係佢冇辦法可以再繼續，因為在在衰財。之前靠中國接濟收咗大量嘅人民幣，喺國際市場上高兑換美金，但係嚟到今時今日，中國亦都開始因為自身嘅經濟問題，當內需不足，需要燃油，需要俄羅斯嘅天然氣嘅量跌咗，導致到成交萎縮，咁樣嘅話人民幣都少埋，唔能夠偷用人民幣然後嚟香港兑換美金。呢、這個亦都睇得到俄羅斯而家在在衰財，盧布就嚟變廢紙，美金先至係王道，
俾你粮食出口啊，无非为美金。节目做到呢度，希望大家 like， 最终 share， 订阅科金睇广告，可以话加入会员同 Patreon， 大表我天啊，需要大家支持，拜拜。IM 澳洲移民公司专注移民廿几年，为18至47岁香港人精选最出色嘅移民课程，全程学费港币150,000内，无需雅思成绩。我哋为18到31岁嘅港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合资格人士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有护理资格嘅港人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办理劳工定居签证，冇年期上限。我哋亦都为50岁以上嘅港人申请居留签证。澳洲比英国更易揾工同入职，无论喺香港、英国、台湾嘅朋友想移民澳洲，就快啲揾 Christy 啦。